台湾人民的祖籍大部分来自福建，那么福建事实上是台湾人民的故乡啊，也是马祖的故乡。那么透过这样一个马祖文化了，是两岸同胞精神上非常重要一个纽带。那么啊，透过马祖文化这样一个大爱无私的这样一个理念跟慈悲为怀的这样一个大爱精神啊。那我相信对于将来两岸人民的心灵契合一定会有发挥非常大的一个那么效果，进一步促进两岸和平融合发展，加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想这样一个大目标啊，是两岸人民现在共同的期待啊。